恭送一遍的心经做回向，所以请大家排班好，排班好。那我们排面班请补满，请补满。有需要心经的人员来一起看，一起看。好，全体请合掌。岁至壬寅年腊月二十四日，宝斗银龙妈祖岁至癸卯年，徒步弘法进香，本日回鹿港过年，恭请银龙妈祖菩萨及地藏王庙地藏王菩萨慈悲垂怜加倍，沿途广度之所有众生，恭请菩萨度化所有有情，也恭请诸佛菩萨慈悲加倍，过境之处和境平安，事时无灾，降吉祥。现在全体恭送一遍的心经做回向。我们待会三称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，三称南无银龙妈祖欢喜菩萨。接着恭送一遍的心经做回向。
祝好，好，祝我妈祖啊，香火旺旺。
们堂主许慧云，还有上台庆林，大家平安吉祥，大家受到平安。那十分钟，帮请您的妈祖停下来，停下，救命啊！来，首先呢，给咱们做主祝福，啊，祝愿我们有更多的水珠，啊，并且呢，祝福大家，恭喜您的妈祖圣驾启驾，恭喜大家佛香紧跟在妈祖佛的后面，好，佛香跟在妈祖佛的后面祝驾，一路随行平安吉祥。我们请观下路网信号王菩萨，请菩萨观下礼仪菩萨，拜拜，拜拜，恭喜您的妈祖菩萨起驾。感谢我们路网信号王庙管理委员会，我们主持委及所有的主持人员，谢谢大家的温柔，说再见，谢谢，谢谢，请大家从我三公分走，祝大家一路平安，都要一路平安。好，再次公众公众宝岛云罗马祖还要一下进入宝岛啊，云罗马祖香火万万年一下各堂堂主